受刑时间4个小时以后，听着吧，查一下林茂平。啊，这见死不救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说不服老奶奶过马路算见死不救吗？我上个星期上班的时候，我看见人跳海，我在旁边狂喊。不是，你真是警戒耻辱，你喊什么呀？我游泳啊，我喊别人来救啊，我还被人拿白眼翻了。后来被一个老大爷给救了。我认为这个事儿啊，你有能力救，你不去救，这是错的。 如果你没有能力救，你就是添乱，对吧？剑，你连老大爷都不如，你就别认为了啊！你这个态度啊！一边去！大家看，林茂平这个名字看起来很眼熟啊。何止是眼熟，看今天各大网站的热点新闻。急尸要价。 急救车上的判官，活人也太没人性了吧！是，有案子，一边的。啊？啊，我是说不能你先知道，你会比大客先动手。看见了吗？ 你干住！我饶过不了他。奶奶个头，让你拉过来，三方加血。你敢上两顿多味了？林茂平，急救车承包司机，他的习惯是在运送病患途中向病人家属借钱。如果遭到拒绝，林茂平就会以加油、上厕所等理由，直接靠边停车。 什么人啊！这人他妈该死！这个假书记是个孬种，要是我当成我弄死他！你丫闭嘴！正是以这种方式，林茂平的收入翻倍，并且有2名患者因为他的拖延而不治身亡。这个人是死是活，现在我把决定权交到屏幕前你们的手里。 这什么东西？追踪不到 ，IP 是伪造的，而且发出这个投票的服务器也在境外。我想到好办法，断电，区域断电也行。邓荣华，查本市5层的停车场，看看他们在什么位置。好。您说高层停车楼吗？是。 林茂平居然承包急救车，就在上周，他运送了一位卖废品的老博士，向老博下岗的女儿借了5000块钱。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林茂平自幼父母双亡，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。而他的奶奶去年在闹市区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倒地，却因为没有人扶，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。 而当时的林茂平正在送别的患者去医院，但是从那天以后，林茂平逐渐变成今天的样子。他为了向社会报复，把愤怒发泄到了自己运送的病人身上。Darker的行事风格怎么这么诡异啊？今天，哎，齐凯，放手来。 干嘛呀？你知道著作为念，你知道不？可恨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但当然是可恨呢，还就该啥？哎呀，这个情节紧张呀！ 画面又这么大，哎呦，我这心脏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哎，丁局，喝点水。啊，丁局，我有点看不懂了。
大可，这是在训练对人的情绪控制吗？我办案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进行自我训练的犯罪分子。大可是第一个。余局长说的有道理。刘浩，你怎么来了？达克出现，韩浩就有可能出现。韩浩出现，我就必须出现。你是什么意思吗？因为我要亲手逮捕韩浩。年轻人，有想法。去，局长宽待。哎呦，来这视察工作，那是我老了吧？这个画面呀，这个声音呀，这个内容啊，哎呀，心脏受不了了，我得回去休息会儿了。小爷，哎，微臣搞得不错，继续努力。哎，啊，不错啊。林茂平昨天是夜班，但是他没来，是吧？可不是嘛，就因为他没来，小李师傅连续值了三个夜班，觉都没睡。保险公司特级销售顾问，他有买保险的习惯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们说过，保险都是骗人的。我们单位会计他媳妇儿就是干保险的，老推销我们买，我们不买，还拖欠我们工资呢。就因为这事儿，林茂平还跟他干过一仗呢。查到名片主人的电话了吗？这个陆波之前是保险公司的特级销售顾问，但是两个月前已经辞职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。我问了一下他的同事，说他喜欢旅游，是个背包客。哦，飞哥，这个投票还是老样子，要死总比要活的始终高一截，怎么办？酸奶从哪儿拿的？冰箱最后一格。这是一个月前的。查到了。我查了陆波家里的通话记录，今天早上有一个拨出电话，从出境记录来看，他早上还在斐济。放了一个月了，你还喝吗？电话拨给谁的？一个叫吴碧优的女孩，大一新生，品学兼优，小提琴十级，她还是南城流浪猫搜救小队的队长，在网上还挺有名。吴碧优电话多少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对不起。这都是我换的第十个邮箱了，怎么大可还能找到？现在几点了？还有十分钟。十分钟？谁啊？你好，吴碧优，我是警察，请你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。警察？大苏，你造吗？我是 FBI 耶。什么情况，飞哥？哎，哎呀，行了，别闹，我起床了。干嘛呀，你们俩？不是悠悠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继续。什么继续啊？咱俩不是昨天唱 K 来着吗？你还喝大了，还吐了呢。是。晨晨。我说你平时挺老实一人啊，这演起戏来还挺那么像那么回事儿。别闹了，你们俩，我还有事儿呢，赶紧把东西给我。不是什么东西呀？装什么傻呀？不是有人电话里跟我说的东西啊？不是我不知道呀。哎，
你知道这事儿吗？不知道呀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你男朋友吧？刚电话是他打的。我哪来男朋友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什么电话呀？悠悠，这真不是你家呀？废话，那你怎么进来的？门开着，我自己走进来的呀。那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我也有一个，那还上锁了呢。摘不下来。昨天咱们在酒吧给戴上的，你给我戴的呀？不可能，你这也戴上就是。装，继续演啊，两个人挺行的呀，一唱一和的，这一出戏就完成了。继续来呀。我们是警察，我们向你保证，这绝对不是一个整蛊游戏。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你究竟在哪儿？你是一个人吗？不是，阿姨，你又是谁啊？我在哪儿活哪儿知道啊？再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喂，喂，大哥用了干扰器，曾日华，追踪一下信号，还差一点。嗯，待会儿电话接通以后，你尽量引导OBU的情绪。明白。是你？哎，我说你玩我呢是吗？不是说好的来领猫吗？是他，是大哥。我早就说过，一定是大哥盯上我们了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还没完啦。吴碧优同学，距离行刑时间还有三分钟，你的两个朋友脚上都绑着炸弹。炸弹，这不是大逃杀吗？我说你们俩这恶作剧有点过了啊。显示时间了，上面还有数字。行了，别开玩笑了。我们没有开玩笑，这是大个遥控的。我不想死在这儿，怎么办？这个什么？不要想耍花招，我随时可以引爆它。你们两个再想拆炸弹的话，我就会提前引爆。我不想死，我你别瞎扯了，我不想死，你也别拆了。可是下面不是说到做到的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当然是真的。现在，用你人生最后的三分钟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打电话给刚才联系你的号码，告诉警察和看直播的网友，你做过的所有见死不救的行为。只要你坦白的行为足够可恨，让赞成你死的票多于反对票，那么炸弹就会在三分钟之后解除。但是你不能利用我的规则来告诉大家投票的真相，那样的话我会直接引爆炸弹。游戏开始后，这个城市的所有人都将知道你见死不救的行为，包括你的父母、老师和同学。记住，越可恨越好。直播开始。换人了，我要看那个开急救车的人家。吴碧优，19岁，大一新生。品学兼优的他马上就要告诉诸位，他到底做过些什么见死不救的事。现在，倒计时开始。你这个死变态，你到底要干嘛？
电话给那个警察。悠悠，快点打电话！你看这东西，要打！悠悠，你快点打电话吧，不打电话我们都得死。你快点杀吧，悠悠。喂，是吴碧悠吗？喂，你快说呀！快说呀！快说！是吴碧悠吗？喂，大河欺负一个小闺女算咋回事？我要看铁天星的。投票，投票算数，让他火。他在看什么？屏幕的左下角，应该是看投票吧。不对呀、啊，反对票数这么高，为什么人质脸上的表情一点都不轻松？他的反应不太对，是大可临时改变的规则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大可是想让他说实话。吴碧悠，你的面子现在不重要，你的性命非常重要，告诉我们。你到底做了什么是符合见死不救的事情？我让周姐的手用过含羞奶的牙膏，还在不喜欢的同学的书包里帮我转的，这些都算见死不救吗？个巴子！姑娘，你听我说，这不是过家家，只有几十秒了，时间不够了。你犯了什么事？赶紧说！大哥会因为这点事伤害你吗？就因为你用了假牙膏？我知道你还想维护你自己是好学生的形象，可是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们你到底做了什么。你快看，有变化了，变了。为什么就是我？为什么就选我？明明是他们俩做的，为什么让我？你怎么没错？你才是事情的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儿？我领养了流浪猫，他们的视频蒙在了那儿。什么样的视频？是虐猫视频，虐猫，我们虐猫啊！我知道错了，错了。就是这个，个巴马！是他，是吴明让我们这么做的。他不能把流浪猫领回来让我们杀，他不能站在旁边帮我们拍视频，还放在那些需要点击率的小网站。是他，都是他让我们这么做的，他都是我，是你们自己心里笨的，喜欢就。我是把你们做的拍下来，放到网上，让他当你们没分吧。是你，你才是整件事情的主谋，又是你，是你。然后是投死还是投活呀？那还能改吗？那得必须改。这些女孩这么小有啥毛病？长大那还得了？那咱们也得替猫行道，都是生命啊。那些女的也是生命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不让这些生命再去伤害别的生命呗。天了！
查到了，是一栋经济适用房，户主就是陆波。行员，副警员，出发。飞哥，咣咣咣咣咣！我待会儿倒车的时候撵着你，下来。汪汪汪汪汪！就差一票。时间到了，炸弹没炸，死亡票少一票，就差一票。但是按照大可说的，生存票多，我们反而得死呀。吴冰，都怪你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承认？大可出现了，他进了急救车。刚才大可屏蔽了信号，说明他应该就在陆波的军事房不远处，而且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他就进了急救车，这说明什么？这么说，急救车所在的停车场就在陆波家的附近，我们把搜索范围缩小到距离军事房三分钟的路径范围，这样我们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大可和林茂平。不会这么简单，三华，你查一查，在军事房附近有没有高层的停车场？另外再仔细查一查陆波这个人。好。你们还差一票，真是可惜呀！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周文，打开电视机下方右侧的抽屉。你要干什么？把吴碧又绑起来。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，你没有资格提问。悠悠，对不起，我累了，对不起，罗非，罗非，休息，休息一下。走之前又把信号给屏蔽了。奇怪，大可并没有行星，可是情况非常不妙，大可让其他两个女孩把吴碧优给绑起来了。绑好了。很好，真真死。你左边电脑桌旁的柜子里最上面一格有一本旅游手册，把它拿出来。大概的，拿出里面的东西。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这就是你们常用的那个。现在，我再给你们一次三分钟的机会，你们必须把对流浪猫所做的一切，对吴碧优做一遍。开始之前，我要给你们一个忠告：你们脚上的炸弹还没有解除。我可是倒计时了，我太对不起了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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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有回头走一个，怎么这一些难道不就是报应吗？兄弟，拆弹。这根本不是炸弹。罗警官，你还是找到了这里，但你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要慢了那么一点。费这么大劲，就是为了把我们引过来，是吗？这就是我的风格。九岁的女孩，高考经历过了，大学也经历过了，还会压力大到这么变态的地步吗？你们俩现在跟我说实话，是怎么去的陆伯家？你们认识他吗？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。昨天晚上我们跟同学去唱 K 来着，后来都喝大了。只记得回宿舍的路上，我们吐了。老师，啊，不是书包，不好，还有书包呢。老师，书包。咱们得回去了。嗯，埃菲尔铁塔，咱们在巴黎吗？压根没听过。再后来的事情，就想不起来了。那吴碧优呢？吴碧优也跟你们去了 KTV 吗？没有。但是我们醒来的时候，他也跟我们都在房间里头。他还说，有个电话又喊他去领流浪猫。想呢？要这么拆穿我吗？你怎么办？重点在通知单上的数字。见死不救，加分数。很显然，见死不救是有这个意思，但是分数的意思值得推敲。分母四，代表 Darker 要杀死四个人。他要在下午3点对四分之一处刑，而在下午6点要对四分之四行刑。那么。分子的意思就是顺序。羡慕吗？你觉得你手里有东西吗？
你继续。所以他要在每一个整点对一个受刑人处刑，吴碧优是第一个，而林茂平是最后一个。梁英说那两个女孩不认识林茂平，也不认识陆波，那么受刑人之间是没有联系的。问题来了，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行刑，而为什么要在林茂平的家放上陆波的名片？陆波有问题，下一个行刑对象也就是四分之二。为什么还不消失？来吧。什么？我知道你想。快点儿的。The mule keeps kicking, the chickens in the pen. 思考。过来。住经济适用房的人会喝这么贵的水吗？不会，而且还这么多。左邻右舍对陆波的反应怎么样？都说那是个苦命的大孝子，五年前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也就一病不起了。三个月前，他母亲也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。这五年里呢，他靠自己打工挣钱，一直带着老太太出国旅游，自己也一直没有什么存款，更别说交女朋友了。喂，罗威，陆波给他母亲上过人寿险。明白。陆先生，请问您认识这个人吗？他叫薛天，是个理财顾问。按照常理，买巨额商业保险的人和找理财顾问的人是同一拨人，我们拥有共同的客户资源。但按照常规，卖巨额保险的人不应该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。不怕告诉你，这五年里我们有好好的谈过一单生意。我母亲病了，我要时时刻刻地看着她。得了抑郁症的人，随时都有可能去寻死，我想这一点你也应该很清楚。可是你却有钱把价格不菲的苏打水装满你的冰箱。罗警官，我的胃不好，经常会反胃酸，我喝苏打水是为了中和一下。也就是说代替了您日常的饮用水是吗？这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是的。现在的小白领愿意花三个月的工资买一个包的人大有人在，我只是随便喝了几瓶水而已，这也很正常吧。有道理。骆警官，我要去一下卫生间，可以吧？这是您的家，您自便。借我手机用一下，可以吗？还有十五分钟就要行刑了，如果他是那个四分之二的话，他是不是表现得有点太淡定了？刚才的谈话
你观察到了什么？撒谎。同意。一看他就是有备而来的，他发现我们站在他屋子里的时候，他脸上惊讶的表情持续了5秒以上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的反应时间不会超过3秒，所以他在说谎。所以他这个是故意装出来的。而且我发现他有3个反应非常奇怪。第一个，就是在你提到申请经适房条件的时候。卖巨额保险的人应该没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，对吗？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备姿态。第二，当他提到他母亲的时候，他脸上的表情不是悲伤。而是愧疚。他和他母亲的死应该有关系。没错。最后一点还是水。他看似要喝水，但其实。他把水拿到胸前，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保护动作。没错。所以说他的经济有问题。经济有问题。经济问题和母亲的死有关系。大哥也许是因为这个给他发了通知单。可是我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假装惊讶呢？大可的那段视频是公开的，他在网上就应该能看得到啊。除非他有其他途径知道。大可，这也是他掩盖的原因。他是害怕我们知道他的罪名。这样就说通了。但如果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就要受刑的话，那他的心理素质太强大了。就不能跟我一块讨论一下吗？你们说的挺对，谢谢。哎，你们都没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儿只有这一种水。如果你们喝不惯的话，我可以去给你们泡茶。哦，不用，谢谢。好，我这儿有在超市买的口香糖，吃吗？谢谢，陆先生。我想问一下你，那天我们已经查到了你落地的航班是中午，从机场到这儿，路程大概也就1个小时，可是你足足用了4个小时。我们想知道你在这4个小时里到底做了点什么。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们，因为这关系到你的人身安全。我在机场落地以后，去了免税店买了2条烟和化妆品，然后去取了行李，然后去了朋友家，去把给他代购的化妆品给他送了过去。你们可以打电话去问他。另外，我的包里还有2条烟，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看。警察同志，不是我不配合你们的工作，只是现在我的威胁已经可以排除了，我想你们可以离开了。至于我的个人人身安全，如果真的受到了威胁，我自然会打电话报警。您可以把您回家之前的事情再倒着说一遍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回来之前在楼下的超市里买了口香糖，这一点我刚才忘了说了。在买口香糖之前呢，我去了朋友家，去给他送了化妆品，你们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在送化妆品之前，我在机场取了行李，在取行李之前，我在机场免税店买了2条烟和化妆品。我现在的包里就有2条烟。罗警官，这样可以吗？很好。幸亏您不是我的客户，要不然的话，一般谈到这个过程，您就应该付钱了。不愧是保险界的精英，您对数字应该挺敏感的吧？ Of course。 OK， 那么您对这组数字应该更敏感吧？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反应不会超过3秒，所以他有所隐瞒。
共计550万的海外保险赔偿。我相信，这和你刚才放到抽屉里的氧气面罩有关。你懂什么？是我开车吗？是啊，飞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有。对不起，全错了。我也觉得。不，你得演呢，来拍着呢，拍着呢，拍着呢，来。爸爸，爸。我们把搜索范围搜清楚。说什么话我不知道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渣男的。完了，来，他跟名片人的电话，名片主任调，对不起。就下午3点，对，路跟单上的4分之1个人，行。对不起，再来吧。而在下午6点，要对4:40。晚了，对不起，起晚了。所以他要，他要再出来。接下来呢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因为他就是什么什么。啊，就是他就是下一个行程对象。OK。分子高，没事。1/5秒钟。明显，是说到哪儿去了？我都不知道。你秀点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秀的三点。来。